Hello， 各位学员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电竞刀剑剑。相信大家都知道啊，昨天共研服上线了新监管者邦邦。其实呢，这次共研服不仅仅更新了新监管者，还更新了一个对监管者来说很不利的设定啊，就是调整了地窖出现的规则。现在的地窖呢，将在游戏开始后80秒刷新。之前地窖只能在开启两台电机之后才会刷新，现在呢就改成了游戏开始之后自动刷新，而且刷新的位置会一直固定到打开地窖。那么当场上还有五台电机，而求生者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，地窖会不会打开呢？我们可以开个自定义看看。大家可以看到场上还是有五台电机的，但是地窖一刷新马上就开启了，也就是说监管者想要四杀的难度就大大增加了。毕竟无论多快速的击杀，都很难在80秒内淘汰所有的求生者。想要四杀唯一的途径就是倒数第二个求生者放血，然后追击最后一个，把自愈都打出来才有可能四杀，也会变相的延长了游戏的时间。而且现在有些求生者会搞些很恶心的套路，全程不修电机，就为了吹监管者。之前呢，遇到这种情况，监管者至少能拿个四杀安抚一下心情。现在呢，还会让他们跑了地窖是最气的。哎，监管者是真的可怜。当然也不是说反对这种调整，就毕竟有时候求生者会因为队友秒倒，导致没有刷出地窖就团灭了。这次第五人格的调整呢，也是想照顾一下这一部分的玩家，不说上分，至少大家不会扣分吧。只希望官方大大在调整了地窖刷新规则之后，能把监管者投降时间缩短一点，免得遇到一些明明可以出门还要站在无敌点恶心是监管的情况，不能投降真的很烦。好了，大家对这个地窖刷新规则的更改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跟导演讨论一下吧。溜啦溜啦。